局长，张泽斌这个老狐狸做的滴水不漏，和他那个影视公司有关的所有人，丝毫都分不出来。1年多了，他洗钱的证据我们一点都拿不到，确实有点棘手。看来只有请他们俩出山吧。局长，你说的不会是他们俩吧？Detectives. 塔卡，金三角地区最大的毒枭，势力庞大，心狠手辣。3个月了，我们做了不少尝试，但是一点证据都拿不到。你看这是什么？随地吐痰，我们可以影响市容市貌，逮捕他。你怎么不以骑电动车不戴头盔逮捕他？哦，如果你想也可以。够了，这3个月来你就没拍过有用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只能打入敌方内部了。去卧底？没错，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卧底经验啊。所以一定要小心，我建议我们要乔装打扮一下。哇，你可是无间道，你是怕死得不够快啊？冇嘢啦，咁少众嘅电影应该冇人睇过嘅。搞掂未啊？这几天我们尽干苦力了，到底有没有制毒师啊？谁叫你真的认真在做苦力？据我这几天观察，应该是内奸。为什么？见风镜。过去看看。很严峻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我们俩憋不住了，想整点刺激的。男厕所在那边。哦，好。哎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俩想跟您做。哦，也行。男厕所在这边。不是，大哥，不，我们俩呀是想跟您去制毒室做大事。对，哎，你们两个求上进的心我能理解，但是你们现在是注册门徒，想要进入这里面必须要成为正式门徒才行。老大，怎样才能成为正式门徒？答对100道题。想转正？哦，答不上题。对，我看你俩挺积极的，那我再给你们支个招。前辈请讲。想要成为正式门徒啊，需要邀请码。邀请码？
邀请什么东西、啊？只要你俩跟老哥表示表示。邀请吗？邀请吗？哎我哎哎！我太懂。最近咱们出货，总是被警察盯上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们这里有鬼。老大，你妈头七，会不会是阿姨来的？你他妈欺人太甚啊！我说的是内鬼。谁是内鬼？我早就知道。但是我希望给你一个机会，自己站起来。放心走，跟平时站起来一样就好。我希望你不要耽误大家时间，这里有40个人，你耽误大家1分钟，就是耽误40分钟。我希望你能主动站起来，这样大家都有面子。好，不站是吧？我再问一遍，谁是内鬼？站起来！笑的大一点，也行。也行。导演，我希望你不要耽误大家时间，我希望你主动喊我，这样大家就有面子。我再问一遍，你喊不喊过？要不送你一个，啊？不需要，我不在乎这种虚妄的表象，我在乎的是破案瞬间的那种成就感，和那种真相浮出水面的快感。别吵了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喂，这个客厅诊所。哦，受害人已经到了。好，马上就到。
Detectives。您好，还麻烦您跑一趟，辛苦了。您喝水。谢谢。看我干什么？原来你的锦旗都这么舔来的。不，学着点，这叫服务意识。三位先生，您坐。给三位先生一杯卡布奇诺。三位先生，你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吧。嫌疑人是如何作案的？越详细越好。当时背对着他，被他压了墙上。没看清他的脸，只听到了他的声音。那声音大吗？啊？那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想活命就别回头。”那你想活吗？啊？你们？谢谢，了解了。带些人进来。来，你们每个人说一次“想活命就别回头”，从左往右开始。想活命就别回头。下一个。想活命就别回头。哇，你说这么像是要死是吧？再一个。想活透就别拼命。哇，你这么蠢啊。没那味儿。肯定是这三个人其中一个，我们已经锁定了。但是我不太记得，因为我当时喝醉了酒，晕晕的，就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嫌疑人的声音都是经过酒精过滤的，我现在太清醒了。明白。照就脸贴着脸的那种，知道吧？走。够不够钱？够。够。别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当时嫌疑人就是这样勒着我的脖子说了那句话。OK， 想活命就别回头。哇，还说不是你？哎哎，没那味儿，这都没那味儿啊！下一个，想活命你就别回头，绝对不是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有那味儿。
有人问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不是那个味，不是那个味啊！这下看着顺眼多了，看来是脸的问题。脸的问题？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？哦，是忘了刮胡子。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吧？就是单纯脸不对。哪里自己搞？你也知道，我这张脸是奶他都好看，还是你是客观一点？滚！哎呀，你就帮帮我吧，还有三天。白大侦探杂志就采访我了，我这衣服都不够侦探，这让我怎么上封面，怎么播出？哎，够不够侦探不是衣服决定的，侦探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能力，是对真相的执着，对正义的敬畏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喂，对你来说外表真的那么重要吗？确实，还是能力比较重要。小薇，啊，伟哥，啊哈，借我穿穿呗。恕不外借，我这是传下来的。想当年呀，我太爷爷传给我姥，我姥传给我三大爷，我三大爷传给我二姨，我二姨再传给我爸，然后我爸再传给……等等，你太爷爷传给你姥，啊，你姥传给你三大爷，你三大爷。然后我爸就传给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家那破事就不过问了，我就问你借不借？不借。但是我可以传给你。哎哎哎哎，电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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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这个客星侦探说。嗯，好。
我们马上到。什么案？八村大厦凶杀案。哎哎，不可以进，正在查案。我们是侦探，我们是侦探。你们来晚了，侦探已经到了。It's too late. 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 ！It's too late.为什么每次他都快我们一步啊？对呀、啊，就像可以看到我们一样。我们应该被人监视了。不可能啊，我们侦探所固若金汤，蚊子都进不来吧？确实。这是谁啊？你朋友啊？不认识。哦，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他在监视我们呢？这下倒算案子，跑不了了吧？跑不了了，一步都跑不了公平一点，为什么又是他？每次都快我们一步。往好了方便些，最起码这次没有被嘲讽。算了，吃点东西吧。确实。老板你好，来两份龙江猪脚饭，三分熟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待养了。It's too late。啊！怎么会这样 ？Why？ 不要说英文了，听着心里难受。为什么每次比我们都快一步啊？还不是 because 你跑得慢。那你一直换衣服，更耽搁时间了。窃听器。
没有，终于赢了他一次。哎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我好了想想，至少上了百搭侦探。确实。小温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敬业师，